哈喽兄弟们，自拔文岗之路再次开始了。你别说兄弟们，落的时候没电了，你收着收着总会有个人偷袭你，打着打着就蹦出来一个，这个地方就是这么神奇。来了来了，人来了，上左边木板了。小伙子，这是想偷袭谁啊？啊，我玩多少年了，接着弄他队友。人在哪？给我了，到我脸上了。到你脸上你揍他呀，打窟窿，自己人不走。猎杀时刻，哎呀，你能不能有点主意，快拔啊！来啊来啊，帅啊！你胆量勾引我？哪劝你啊！脸上有人不打架，死不人啊！左边还有一个呢，在这等他会儿。来了！嗨，这不可以啊！一个跳，拿你！我连个药都没有，舔舔包。哎呀，这小子肥呀！还有小枪子弹呢，哎，爽，这还是圈的信号枪，直接扔他，趁在我抓紧时间收点东西。你还想舔包啊？前面还有把枪，三号还下来一个，偏干山上这个看好了，这小子打不着我吧？你过来呀、啊！哎呦我去，能打到我呀、啊、快快快快，守的快来救我，估计压过来了，我空投下来了啊，我得先去舔了去，别等会谁给我偷摸舔走，我亏大了。AWM， 擦，没有，这人搞的，把头先爆了，我打药咱们就上啊。人远不了，就在这附近。哟，小伙子藏得真好，腿给你打断，他肯定有队友。哎呦我去，我家下面去人了，这队人不少，我听着前面还有脚步啊。看好了。你蹲着跟个猴似的，听不得脚步啊！再一个呢？咦，绕的头疼！你再给我绕，怎么不绕了？都给你补了，追不上你，我还不会迂回了。最后一个，那小子应该是拉海边了，刚才在高架打架没见人，肯定是往海边去了。第一个倒的还没补呢，我得补了去。这家伙爬哪去了？呀，自己爬出来了。还扔东西，我稀罕吗？想要我自己不会拿啊，闲着你了。最后一个也败了，我听到他的上高架了，上什么高架，在集装箱里一个人直接绑了他。谁在说谎？你说的呀，这小伙子队友打架他不跟，只能是被逐个击破。刚才看着旁边落了个空投啊，落哪了啊？刚好赶上一缕残烟不远，你慢慢搜，我得填进去，看能不能整把狙。这小空投落得漂亮，得亏我开了辆车，不然还真填不到。走走啊！我去， What？ 这什么情况？头甲的？你要说被舔了吧，这地上也没有换下来的头甲，狗打也没动。你要说没舔吧，他头甲不见了，看不懂不懂，赶紧走，有脏东西。这圈需要把狙啊，咱实在不行，把这个大背裤子拿上，凑合用吧。拿上拿上，这里还是圈的，我去高架加油来。挺无聊的哈，这不圈，这不妥妥跟港中心点了吗？你在这等一个圈，这里就热闹了。这不是圈了呀，好像缩山上了。哟，哎呦我去，呀呀呀呀呀呀，差点给我弄死。谁呀这是？海边怎么还有人啊？从哪来的这是？那你不玩了吧老弟，自己都敢动手，看见了吧？你还爬？你想爬哪去啊？点死你我！你还自救器？我换个甲，咱们该走了。这圈锁哪去了？那上面三层不好位置了吗？有人吗？哎呦我去！上面人满了个锤子了都。是我们呢？那你咋整？你得进圈啊！快躲躲躲躲躲！哎呦，这个地方是一点位置都没有。这还上不去。哎呀，你怎么还倒了？你不会跑吗？爬过来。也别磨叽了，救起来你咱们得赶紧跑。哎呦我去，这枪口还带不起来。这个位置可是来插屁了，狗看见都摇头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下期再见，爱你们，拜拜。